看看新闻网。行益智生活类游戏节目争分夺秒的现场，我是主持人袁振杰。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将会送出我们第十关的最终大奖，是一辆价值110,000元的奇瑞艾瑞泽豪华轿车一辆。今天第一组可爱的打工族组合是来自湖南的厨房小当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当家之后我们的是铁板烧厨师。我们来争分夺秒的主要目的是奖圈的。我是来自湖南的帅哥，我叫蒋龙鑫。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，我的目的是能够赚到一笔大钱，娶个好的老婆，回家过上好的日子。我叫李坤宁，我和他的梦想不一样，我的梦想是去法国学大餐，名扬海外。所有与食物有关的游戏都是我们的强项，争分夺秒，我们来了。而气势汹汹与他们对抗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冰淇淋兄弟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冰淇淋兄弟。我是阿波刘翔云，我来自中华台北，我从5岁就开始习武了，多年来呢我一直从事运动教学，现在呢我和秋雨一起开冰淇淋店。 Hello 我是秋雨李昭娟，我是 ABC， 以前一直在美国纽约生活，现在来上海带最好吃的冰淇淋给大家吃。我们来到争分夺秒呢，就是为了赢取我们的梦想基金，我们的目标是要开100家冰淇淋店。耶、yeah, hey, high five。 那么究竟谁能获得这场对抗赛的胜利呢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小当家组合。你们是铁板烧的厨师？我们是铁板烧厨师。你平时炒菜的时候有什么特殊手法吗？有的，平时啊，炒一堆饭啊，就是推拉两个一铲，刮油一铲丢。哇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会教我们的客人，带着他们一起去欣赏我们的舞蹈。你在做菜的时候还要跳舞的？是的。赶快来一下，掌声鼓励。好。嘿，又要高起来，锅要垫起来，嘿嘿。我觉得这段舞应该还挺开胃的，客人吃的也开心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过你们今天的对手也非常的强，来者不善。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们是冰淇淋兄弟。我没听错吧，冰淇淋兄弟。嗯，但是你们要带两个这个干嘛？这是我的拐杖。拐杖？我脚上还有两个钢板12根钉子。你脚受伤了？前阵子参加央视的美猴王争霸赛比赛的时候，从3张桌子上翻下来的时候骨头断了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为什么？运动老师，瑜伽还有功夫。那你今天的脚虽然不好，但是美猴王身上的身段应该能展示一下吧？应该可以啊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改。我有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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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有。厉害了。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去，那你的工作是？我就是进口这个美国的冰淇淋。所以你找到了他，一起跟他合伙，想在中国开我们的冰淇淋店。嗯。哦，明白了。我刚进场的时候看到下面摄影大哥都在吃，就你们的冰淇淋。呀。开场之前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打败对手？尽力而为吧。你们呢？刚学了一支英语啊。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送给你们啊，来啊，给 Will you come to CCC？ 没明白，给 Will you come to CCC？ 听不懂，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哦，听懂了，什么颜色啊？啊，什么颜色啊？黄色。人家放狠话了，你们呢 ？Welcome， yeah， 等你的 ，Come on， come on， go， 哦，这里。OK， 我们来看看第一关你们的游戏奖品是什么？沥青告诉我们。身后的这个奖品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，
而且你平时都会用到的，就是价值1200元的微波炉一台。谢谢立青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关，你们的游戏挑战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伞兵空降，在本关游戏中，选手要用两根细绳组成轨道，引导一个乒乓球，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松开细绳，让球掉下来，并着陆在下方的桶中。乒乓球要分别掉到三个桶中，在60秒时间内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两位看上去信心满满，这一关两位是你们5局3胜的第一轮，这个一分很重要，拿到这一分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其实比分都差不多，我们的老蒋完成了第一颗和第三颗，我们的初宇只完成了一颗，好像他有点困难。很棒，老蒋，30秒的时间，你比别人更快一些。就像我们企业说的一句话，我真的很不错。你们真的很不错，拿到了这一分，而且刚刚我们价值1200元的微波炉，你们可以回去热菜。刚刚那关，你自己感觉一下，为什么会输？那个可能太高了吧，一进球也出来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太厉害了。我只能用你的话告诉你，下一关 ，Good luck, man. Thank you.我们来看看下一关你们的奖品是什么。立青，这一关的奖品价值3000元的品牌空调。价值3000元的品牌空调，我觉得你们宿舍应该也缺一台这样的空调。是的，我觉得夏天的话可以放到宿舍给我们大家用。大家用？是的。对。嗯，太好了。冰淇淋兄弟，现在我必须要提醒你们，你们现在是1-0落后了，如果接下来这一局他们再拿到一分的话，是0-2，接下来任意赢一局你们就要回家了。 No problem. 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关游戏挑战是什么，请看大屏幕。玻璃之路，在这个游戏中，两组选手需要将8个倒置的玻璃瓶搭建成一条玻璃道路，然后沿着光滑的表面吹动一个乒乓球，并将它吹入小酒杯中，在60秒对抗赛中，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Paul， 这一轮你们的决定是你上 ，Yeah， 说明你对这个游戏更有把握。I try， 小当家还是你上，为什么？我表演信心。我喜欢你这种自信。我们来看看两队的表现，60秒的时间内完成一颗球，两位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。这关游戏其实最重要的是比拼瓶子的摆放，瓶子摆得好，吹球就很容易成功。我们看看两位的速度，好像明显看得出是我们的厨师组小当家，他对于我们的瓶子的掌控更在行，看来平时在做菜的时候经常接触。
电光火石之间，我还在那里介绍游戏规则的时候，你就输掉了比赛。美猴王，在《西游记》里，孙悟空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可是在今天现场，我知道你现在虽然有十八般武艺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发挥。我认为刚刚第一场我们已经输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我的责任蛮重大的，对于整个 team 来说，所以我必须要赢。所以我想说用稳的方式来打这个仗。因为你太稳了，这一关更求的是个速度。是不是你在摆的时候今天的脚伤也会有影响？既然来了嘛，那只要拿出美猴王精神嘛。美猴王遇到挫折他是不会去退却的。现在虽然0-2落后，拿出美猴王比赛时候的勇气，我们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怎么样？ OK， 有没有信心两位？有。杜明范，加油。我们来看看第三关他们的游戏奖品是什么。丽青告诉我们，这一关的奖品价值4999元，莫斯利安提供的旅游券。你们现在是0-2，我们的规则我在之前已经说过了，5局3胜，如果对手拿下接下来的3局中的任何一局，你们就会被 KO 出局。没关系，还有一个机会。没错，还有一个机会，有3次尝试，每一轮都必须赢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关的游戏挑战，第三关到底是什么？愤怒的小鸟，橡皮筋拉得越长，反弹的能量就越大，所以橡皮筋是理想的打靶工具。在对抗赛中，两位选手要用橡皮筋将6个堆在一起的汽水罐全部从桌上打下。在60秒对抗赛中，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欢迎来到这关，现在的比分是0-2。我们的冰淇淋兄弟，你们现在依然是落后。这一场如果再输，你们俩应该只可以回家。美猴王，刚刚那关是你输的，我记得。这一关你要扳回一局。你会答应他们吗？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气势，两位准备派谁出场？我来。一定要尽全力，你们两位更要加油了，给自己加加油。Come on, you can do it. Yes. 两位请就位。加油。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，这一关到底是一局之战还是失败的最后一轮，我们就看霍的表现。好像我们的小当家非常厉害，已经完成了2个可乐罐的击倒。往下一点，到现在我们的炮还是一个都没打中，感觉到两个人采取的姿势也不一样，一个是站立的，一个是蹲下的。哇哦，小当家又完成了一个。时间还有30秒倒计时。20秒倒计时。准备，干吧。炮完成的不错。倒计时，时间到。对不起，两位来到我的身旁。这一关60秒的时间内，两队都没有完成比赛，我要判罚两队同时损失一条生命。破。你现在损失生命，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2轮比赛你必须全部拿下。愤怒的小鸟失败了，其实很不应该的。平常训练的时候呢，基本上30秒或30秒出头就可以了，比赛的时候居然失误了，感觉很对不起团队。我还是要宣布，刚刚这一关的奖品价值4999元的莫斯利安的旅游券两队都拿不到了，这一关奖品我们要收回。
接下来的这一关，也就是你们的第四关，奖品是什么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易清告诉我们。很精彩，但是我也想说，真的很可惜，就仅仅一分钟的时间，你们丧失了一个去旅游的机会。可惜吗？觉得？可惜。如果说你们现在碰到困难的话，最想打电话给谁呢？爱的人吧。小当家这边呢？我想打给我爸爸。想打给父亲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会给你这个工具，它是什么呢？就是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，想拥有它吗？想。这一关对你来说非常的关键，谁去谁留就看他了。要奖品，冲我来。破。你们现在非常非常的陷入困局，再输任何一局还是直接出局。我们来看看第四关你们的游戏关卡是什么，请看大屏幕。东倒西歪，在本关游戏中，参赛选手就在桌面上斜着立起三个易拉罐，易拉罐装满饮料时是不可能斜着立起来的，因此参赛选手需要先喝掉一些饮料，喝的太多或者太少都无法使汽水罐保持平衡。在60秒对抗赛中，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我们提早进入了生死之战，破，你们这一队想好要派谁出战了吗？他再来。阿破，因为你们现在0-2落后，刚刚那一关两队同时都没有能够完成游戏，我还是要告诉你们，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舞台上和你的对手 PK， 就是在60秒的时间内比对手更早的完成我们的游戏。阿破，你刚刚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？因为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分上一局没有拿到，这一局呢如果没有这一分我们基本上就 over 了，所以这一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Alright， 拼了，一定要赢！你们两位想好谁出战了吗？想好了。谁？我。小心点。请就位。我的感觉我特别亢奋啊，因为前面老蒋已经允许两关了，我觉得我这一次上场我是非常有信心的，我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这一个关卡直接帮他们 KO 的。这一关考验的一是速度，二是稳度，要迅速的喝掉罐中的饮料，然后将我们的饮料罐立在我们的台子上。60秒时间，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-2-1，加油！这关一定要看速度了。平时你喝饮料的速度够快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哇哦，好像我们阿破非常的快，感觉他真的就来状态了。加油！看看，一对，我们的老李到现在第一关还没有完成，我们阿破已经完成了第二关了。我玩到第二个罐子的时候，我的冰淇淋的对组合他们已经开始第三个罐子了，当我拉特别紧张开始画的手了。完蛋，哎呀，终于赢了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靠自己的实力争回了一分。我要恭喜你们，刚刚这一关非常棒的这款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是属于你们冰淇淋兄弟的了。你们还为他鼓掌，帮他们鼓加油鼓气嘛，我相信下一关我们绝对超过他。现在你们被对手赶上了一分，接下来的每一局都要全力以赴，如果下一轮又被对手赶上了，我们还要加赛一轮。我们来看看这第五关我们的奖品是什么。立青，哇，我也看见他的英文字母了， Today is the greatest， 所以今天是最棒的。但是冰淇淋兄弟身上什么都没有， Nothing， 知道写的什么吗？ Nothing is impossible， 什么都有可能。身后的这个东西你们肯定想要，因为平时放松娱乐的时候都要用到它，
看争分夺秒的时候也要用到它，就是价值10000元的60寸液晶电视。可能到这个时候大家的压力都很大，两队应该都是相当焦急了，因为现在比分是2-1，两队各有两条命。是，这一关的游戏到底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超级海象，在本关游戏中，选手要用咖啡搅拌棒夹住棉花糖，将3个棉花糖从一个桌上运到另一个桌子上。在60秒对抗赛中，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欢迎来到超级海象，这一关可能是我们冰淇淋兄弟的最后一轮，也有可能是你们的被别人逆袭的开始，所以都不能掉以轻心，绝对要全力以赴了。争分夺秒，这60秒，看你的。3-2-1，比赛开始了。这60秒时间就是决定他们今天比赛命运的一个。哇，我们已经完成一块了，看到我们的老蒋非常的速度。加油！我们的周毅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到现在他还在调整他的象牙。周毅加油！啊，老蒋，老蒋已经搭成了第二块了。啊，周凯加油！耶，周毅完成了第一块，但是我们老蒋已经在搭建我。没事，周毅加油！如果他把3块搭成，他就赢下这一关，把我们的冰淇淋兄弟 Q 出局。20秒倒计时，只剩20秒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滚！啊！比赛就是这样，一家欢喜一家愁。周毅，你表现得很棒，但是你的速度还是慢于了我们的老蒋。你们这一轮输掉了，总比分3-1，你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。阿珀，你的冰淇淋连锁店今天可能在我们的节目上应该实现不了了。It's okay， 靠自己吧。你为这个梦想做了多少努力了？我们作为那个异地来到，从 America in the Taiwan go to the Shanghai， 我们相知相惜，而且我们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帮助彼此。在创业的初期，我们有这样的惺惺相惜，互相的扶持。你今天亲友团他们来了吗？有来了，在后面。在哪里？是的。游戏总有输有赢，对吗？可是我们的梦想依然存在的，100家冰淇淋店。以后凭借你们的努力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会做冰淇淋的美猴王。对啊。Keep going, keep working. Keep going, keep working. OK. OK. Keep going, man. 加油。谢谢。顺利战胜冰淇淋兄弟的小当家组合，接下来将进入通关赛。在这里要恭喜成功进入到我们通关赛的今天的这组选手，就是我们的小当家组合。你们现在很有优势，还有2条命，而且拿到了刚刚前5关里的4关奖品，除了那一份莫斯利安旅游券，你们失之交臂，剩下4个奖品，无论接下来你们的比赛输赢都可以保有。我们先来看一看第6关，我们的通关赛，你们的奖品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20000梦想基金。我们来看看第6关，你们的游戏挑战到底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隐蔽陷阱。在本关游戏中，选手要设法利用乒乓球的反弹，砸向倾斜的薯片罐子，
如果力道足够，罐子落下后会刚好罩住玻璃瓶。在60秒时间内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欢迎来到第六关隐蔽陷阱，这一关你们有2条命。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来到节目有想过可以冲到第几关，想拿多少万的梦想基金？8万。如果你们想冲击8万梦想基金的话，至少在这2关不要损命，否则如果一旦损命，只有1条生命闯接下来的关，你们心理压力会很大。是，我们的话就像盖房子打积淀一样，一步一步稳打稳扎，加油。老蒋，6个瓶子打倒5个就可以算胜。在练习的时候，这个游戏的话就只玩了1个，所以说来到这个台上的话，这个摆了一排有6个，这个给我自己感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完成。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漂亮，第一个他就完成了。哇，他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已经完成了3个，现在时间还剩下40几秒。哇，现在时间还剩下1半。老蒋，看你出手的第一下就知道你有，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很准，不负众望。第6关，这2万梦想基金你们轻松拿到了。我们来看看第7关你们的奖品是什么，请看大屏幕。3万梦想基金，多出来的这1万梦想基金想怎么花？这个钱的话啊，首先3万不是我的目标啊，我希望的是拿得更多，8万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7关你们面临的游戏挑战是什么，请看大屏幕。蜻蜓高飞，在本关游戏中，选手需要旋转竹蜻蜓，让它降落到前方4米5远的篮子里。来，让蜻蜓自由飞翔吧。在60秒内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第7关蜻蜓高飞，你们还是有2条命，2次机会。这一关你们损失殆尽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刚刚的那一轮的2万梦想基金你们是带不走的。知道，明白。老蒋，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看你。3、2、1，哇，第一个就很接近。蜻蜓高飞的这个游戏的话啊，靠的是一个运气，而不是靠的一个技巧。我首先飞第一个的时候，结果马上看见那个蜻蜓要进来，我特别的准备防护了，结果无意料到的是，结果他没成功。一个不行，我接着出第二个，出第三个，就死的出，死命的出，我不断的出，不断的出，不断的出，不断的出。我们看看，时间过了1半，30秒钟，他还有大把的机会。哇，又差一点点。老蒋，时间只剩20几秒了，慢点，不急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他的机会也不多了。时间过了1半，30秒钟，他还有大把的机会。哇，又差一点点。
老蒋，时间只剩20几秒了，慢点，不急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他的机会也不多了。我不断的错，不断的错，不断的错，不断的错。整进了，他赢了。刚刚那一关，30000梦想基金，你们漂亮的拿走了。我们先来看看第八关，如果你们挑战成功，可能能拿到的梦想基金到底有多少？接下来，小当家组合将进入第八关安全关的挑战。只有通过此关，50000的梦想基金才不会失去。第八关是我们的保险关，闯还是不闯？闯！我相信他们今天的信心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好，既然要闯，我们就要闯得漂亮。两条命的机会，看看第八关我们的保险关你们能否闯过，看看这一关的游戏挑战是什么。请看大屏幕。科学怪人，在本关游戏中，选手会把自己变成科学怪人，伸展开手臂，抬起三根两端平放着电池的木棍，然后将三根木棍放回起点。在60秒时间内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。欢迎来到第八关的科学怪人，这关是你们的保险关，你们有两条命来挑战。老李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看你都把鞋子脱了，你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祝你好运，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。这一关游戏的难度作为第八关来说是相当难的，因为第八关到达了我们的保险关，所以游戏的难度可谓非常难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需要同时在手臂上架出三根我们的木条，而且上面有6个电池。而且这一关对于老李来说其实有点难，因为他的身高有1.86米，所以他的重心并不稳。往前面走，漂亮，稳起来，稳住啊！他已经成功的拿出2根了，他只要在我们的第三个障碍物前成功举起到我们的木条，而且运送到我们的最终点，他就赢了。时间还剩15秒钟，10秒倒计时，你要加速了，4、3、2、1。来到我的身旁，好可惜，你一直没有掉。最后的掉落是因为你时间不够了。是的，你加速了，所以它才掉落的。如果你前面再能抓紧点时间，你这关其实可以过的。我相信，下一次机会，相信我。两位，你们现在必须要冷静的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，你们现在。还有一条命的机会挑战这第八关，我觉得两位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了。你和小蒋好好的考虑一下，这一轮是继续由你上还是换做我们的小蒋上。一次机会，老蒋跟我情同手足，这一次可能因为我的身高的一些原因，但是我相信我的兄弟他可以把这个游戏玩转得更加自由，更加棒，相信你。谢谢你，相信我。你把全队的梦想全部寄托在他身上了。小蒋，你现在身上的担子有点大。对，虽然这个游戏啊，不管成还是不成，以快乐以开心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游戏啊，能够把这种精神啊带到我们工作中，分享给我们的团队们。你说到你的团队，
啊，他们今天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。来，哦，都穿着厨师服，来给自己的好兄弟加加油。小当家，我们永远力挺你，一定搞定。谢谢我们的两位的工作伙伴，也是你们的好兄弟姐妹。现在既然你已经决定由小蒋来迎战我们这一关，这一条命可能是你今天的最后一次尝试了。没问题，请就位。相信你，老蒋，你最棒，加油！你的终极之战，你的所有的梦想、命运都在这60秒里了，抓住它，老蒋，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3、2、1，老蒋用很快的速度，但是又非常稳定的举起了第一个，真的做得很棒。看来他花的时间也比我们小李来得短，看来他很有机会。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他做的怎么样？哇哦，相当不错。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稳定住，然后把我们的第三个障碍物跨越过去。时间还剩30秒钟，倒计时。哦！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真的很抱歉，没问题。你刚刚的不小心的失误，导致了这一关游戏没有过，所以我必须要宣布，你们今天的通关赛挑战失败，所有的梦想基金我们都要收回。你已经战胜你自己了，加油！我们能想象，老蒋刚刚的身上的压力，因为他顶着你们团队所有的孤注一掷的目标和梦想。会不会后悔？不会不会。如果刚刚不闯的话，还可以拿3万梦想基金的。不会，我们拿的目的就是闯。不过我还是要恭喜你们，因为虽然失败了，你们还是有奖品的。我现在就让你们的好伙伴、你们的工作同事，请他们下台跟你们一起来拿取你们今天所获得的奖品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。离开之前能不能再跳一段？音乐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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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热闹了，赶快到我们的小伙伴沥青那里拿取你们的4关奖品吧，一起去啊！